好，终于把主角讲完了，虽然有点累，但是我们还要继续下去。接下来我们要讲 skin 啊，皮肤。皮肤的话呢，我们开始来讲吧。然后要从哪边开始讲？那主角中午也可以讲一下。你讲 skin 吧。这是原本的吗？So，很像是。那原本的不讲。来，再来战神，战神，韩信的战神。战神呢，可以攻击加100，生命直接给你加1000。该耐玩的手游了吼，就是一些耐玩的游戏啊。如果大家有认真去玩的话，Sorry，好的，See you。那我们今天手游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要 PV 吗？你都没有在打我没有在打，我有啊。5月1号，猛将兄。对啊，没用的角色就放着，不是吗？对，放着。他有拍卖行吗？如果这期出拍卖行的话，应该不错吧。种族召唤，这个吗？